我看你有双眼，到底你是谁？我是莲花神花公，你就是花姑，放掉。为什么你出来花山地？哼，就去汉奸伤害大文鸟，是我花公投胎出世，文鸟是我，花公嘛是我。原来你就是文鸟。比我杀死那个小孩徒，所以讲文妖死，你华公出现吗？放掉，文妖离世，华公出现来到此地，我就是要来破华山，救我的母亲出苦海。你给我听去，小杰西，要破华山，好啊，拿来。那什么呢？拿玉旨。我并无玉旨。你并无玉旨，那安尼是可靠你赶紧离开。不可能。我千辛万苦来到此地，既然已经恢复华公身份，神通广大，自然有办法对抗了你。救出自己吗？好，这边不过我就杀你。三棒对三棒，要看神华公雕，既然伊拢身上，更看伊拢身上，你都是天庭的小拍鞋啊，大款。你要用水定是花山金地，更看花风雕，根本描写人头是人，我叫天条大帅，怕你喊顶先去，是你是不是用你做到天条，心心好思乱，花风之路，更看三万天魁是花风雕，四三一龙心想起哈，为何关心？对上吧，是不是用你身体来救我这夜里无心的？勇往直前，不要着急，只要是太阳的精神哦，要自重。天宝，两地劈山救故。太平军师，留下的点点滴，妙不细，好似刚登天地。正夸夸梦央秀那太平宝，未来劈山救母。花风巨鹤，花风巨鹤，这颗三万英魂心，不是花风雕。来来，打开花风巨鹤，三摇波动。是不是你两个巨鹤是坏流星呢？再来劈山救母了，哟！是高公母，金丹花山地，是你南中不见天地，这是一切的规划。今天你必须的。离开洞中，观看这名小汉洞，阿娘，你是我家里，今天连你孙子救回母亲，好事刚到天地，还不惊喜连你他喊。